装完机器了以后，然后这个墨盒的话是这样的，它这一个挤墨孔要朝下面，放到机器里面，要轻轻的放。这个就推进去，它有一点多出来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电源线，电源插口。然后打开电源，开机。开机，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号，它现在00文件，我们改个01给它，然后按这个一，这里有提示的，一是进入里面编辑，编辑你要打印的信息，然后我现在简单的编一下，现在是至高是2毫米，一般的话3毫米，调到3毫米，我简单的编一个日期，现在英文一，英文一就是黑体的意思。2017斜杠10，好，这个简单的编一下日期。如果说你前面想，你前面想打中文的话，这里中英文切换，变量中英文切换，这里都可以。可以。退出来。退出保存。退出来就保存了，保存好了以后就可以了。